千手千眼，观世音菩萨，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。炉香乍若，法界蒙熏，诸佛海会悉遥闻，随处结祥云，诚意方殷，诸佛现全身。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千手千眼，观世音菩萨，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。如是我闻，一时释迦牟尼佛在波陀洛迦山观世音宫殿。宝庄严道场中，坐宝狮子座，七座存以无量杂摩尼宝而用庄严，百宝床幡周匝悬列。尔时如来于彼座上，将欲演说众持陀罗尼故，与无央数菩萨摩诃萨俱，其名曰总持王菩萨、宝王菩萨。药王菩萨、药上菩萨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华严菩萨、大庄严菩萨、宝藏菩萨、德藏菩萨、金刚藏菩萨、虚空藏菩萨、弥勒菩萨、普贤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，如是等菩萨摩诃萨，皆是灌顶大法王子。又与无量无数大声闻僧，结行阿罗汉实地，摩诃迦摄而为上首。又与无量梵摩罗天、善扎梵摩而为上首。又与无量欲界诸天子俱、瞿婆邪天子而为上首。又与无量护世四王俱、提头赖扎而为上首。又与无量天龙、夜叉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罗罗、摩吼罗伽、人非人等俱，天德大龙王而为上首。又与无量欲界诸天女俱，同目天女而为上首。又与无量虚空神、江海神、泉源神、合沼神、药草神。树林神、舍宅神、水神、火神、地神、风神、土神、山神、石神、宫殿等神，皆来集会。时观世音菩萨于大会中，密放神通，光明照耀十方刹土，即此三千大千世界，皆作金色，天宫、龙宫。诸尊神功皆悉震动，江河大海、铁围山、须弥山、土山、黑山亦皆大动，日月诸火星宿之光皆悉不见。于是总持王菩萨见此稀有之相，怪味曾有，即从坐起，插手合掌，以偈问佛：如此神通之相。是随所放，以及问曰：随于今日成正觉，普放如是大光明，十方刹土皆金色，三千世界亦复然。随于今日得自在，眼方稀有大神力，无边佛国皆震动，龙神宫殿悉不安。今此大众咸有疑，不测因缘是随力，
为佛菩萨大声闻，为梵摩天注释等，唯愿世尊大慈悲，说此神通所由矣。佛告总持王菩萨言：善男子，汝等当知，今此会宗有一菩萨摩诃萨，名曰观世音自在，从无量劫来成就大慈大悲，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，为欲安乐助众生故，密放如是大神通力。佛说是语已，尔时观世音菩萨从座而起，整理衣服，向佛合掌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，今当欲说，为助众生得安乐故，除一切病故，得寿命故，得富饶故，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，离障难故，增长一切白法助功德故，成就一切助善根故，远离一切助部位故，速能满足一切助希求故，唯愿世尊慈哀听许。佛言：善男子，汝达慈悲安乐众生欲说神咒，今正是时，亦应速说。如来随喜，诸佛亦然。观世音菩萨从白佛言：世尊，我念过去无量亿劫，有佛出世，名曰千光王，敬住如来。彼佛世尊怜念我故，即为一切助众生故，说此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，以金色手摩我顶上，作如是言：善男子，汝当持此心咒，普为未来恶世一切众生作大利乐。我于是时始住初地，以闻此咒故，超第八地。我时心欢喜故，即发誓言：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，令我即时身生千手千眼具足，发誓愿意因时身上千手千眼悉皆具足，十方大地六种震动，十方千佛悉放光明照处我身，即照十方无边世界。从事以后，复于无量佛所、无量慧宗，从更得闻，亲诚受持是陀罗尼，复生欢喜，踊跃无量，便得超越无数亿劫，微细生死。从事以来，常所诵持，未称废妄。由持此咒故，所生之处，恒在佛前，莲华化生，不受胎藏之身。若有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、童男、童女，与诵持者，于助众生起慈悲心，先当从我发如是愿：南无大悲观世音，愿我速知一切法。南无大悲观世音，愿我早得智慧眼。南无大悲观世音，愿我速度一切众。南无大悲观世音，愿我早得善方便。南无大悲观世音，愿我速乘般若船。南无大悲观世音，愿我早得越苦海。南无大悲观世音，愿我速得戒定道。南无大悲观世音，愿我早登涅槃山。南无大悲观世音，愿我速会无为舍。南无大悲观世音，愿我早同法性身。
我若像刀山，刀山自摧折；我若像火汤，火汤自枯竭；我若像地狱，地狱自消灭；我若像恶鬼，恶鬼自饱满；我若像修罗，恶心自调伏；我若像畜生，自得大智慧。发誓愿以至心称念我之名字，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。然后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，以许诵满五遍，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。观世音菩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若住人天，诵持大悲章句者，临命终时，十方诸佛皆来受手，欲生何等佛度，随愿皆得往生。复白佛言：世尊，若住众生诵持大悲神咒，堕三恶道者，我誓不成正觉。诵持大悲神咒者，若不生诸佛国者，我誓不成正觉。诵持大悲神咒者，若不得无量三昧辩才者，我誓不成正觉。诵持大悲神咒者，于现在生中一切所求，若不果随者，不得为大悲心陀罗尼也，为除不善，除不至诚。若住女人厌倦女身，欲成男子身，诵持大悲陀罗尼章句，若不转女身成男子身者，我誓不成正觉。生少疑心者，必不果随也。若住众生勤损常住，饮食财物，千佛出世不通忏悔，冲忏亦不除灭。今诵大悲神咒，即得除灭。若勤损食用常住，饮食财物，要对十方师忏谢，然使除灭。今诵大悲陀罗尼时，十方师即来为作证明，一切罪障悉皆消灭，一切十恶五逆谤人谤法，破斋破戒，破塔坏寺，偷僧取物，污净梵恨，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悉皆灭尽，唯除一事，于众生已者，乃至小罪轻业亦不得灭，何况重罪？虽不寂灭重罪，犹能远作菩提之因。复白佛言：世尊，若住人天，诵持大悲心咒者，得十五种善生，不受十五种恶死也。其恶死者，一者，不令其饥饿困苦死；二者，不为家紧账处死；三者，不为冤家仇对死；四者，不为军阵相杀死；五者，不为虎狼恶兽残害死；六者，不为毒蛇猿蝎所纵死；七者，不为水火凡飘死；八者，不为毒药所纵死；九者，不为蛊毒害死；十者，不为狂乱失念死；十一者，不为山树崖岸坠落死；十二者，不为恶人厌媚死；十三者，不为邪神恶鬼得便死；十四者，不为恶病缠身死；十五者，
不为非分自害死。诵持大悲神咒者，不被如是十五种恶死也，得十五种善生者。一者，所生之处常逢善王；二者，常生善国；三者，常值好时；四者，常逢善友；五者，身根常得具足；六者，道心存熟；七者，不犯警戒；八者，所有眷属恩义和顺；九者，资具财时常得丰足；十者，恒得他人恭敬服接；十一者，所有财宝无他劫夺；十二者，意欲所求皆悉称随；十三者，龙天善神恒常永卫；十四者，所生之处见佛闻法；十五者，所闻正法悟甚深意。若有诵持大悲心陀罗尼者，得如是等十五种善生也。一切天人应常诵持，勿生懈怠。观世音菩萨说是语已，于诵毁前合掌正住，于诸众生起大悲心，开言含笑，即说如是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神妙章句。陀罗尼曰：南无喝那达挪多那夜耶，南无阿利耶，婆卢羯帝娑婆那耶，菩提萨妥婆耶，摩诃萨妥婆耶，摩诃迦卢尼迦耶，安，萨波那伐伊，硕达挪达耶，南无悉揭利妥依蒙阿利耶，婆卢羯帝是佛那令陀婆，南无挪那谨墀悉利摩诃堪多沙弥，萨婆乌托斗数朋，窝师韵，萨婆萨多，挪摩婆萨多，挪摩婆邪摩伐特斗达只托安，窝婆卢西卢迦帝迦罗帝夷悉利，摩诃菩提萨埵，萨婆萨婆，摩那摩那，摩西摩西，利陀韵，俱卢俱卢结盟，杜鲁杜鲁伐舍耶帝，摩诃伐舍耶帝，陀那陀那帝利尼，是佛那也，遮那遮那，摩摩伐摩那，目的离，一喜一息，是挪是挪，阿那生佛那舍利，法沙法身，佛那舍也，呼噜呼噜摩那，呼噜呼噜悉利，娑那娑那，悉利悉利，苏噜苏噜，菩提叶菩提叶，普陀叶普陀叶，弥利利叶罗那谨墀，地利色尼罗，婆夜摩罗娑婆诃，悉陀夜娑婆诃，摩诃悉陀夜娑婆诃，悉陀喻意是波那也娑婆诃，罗那谨墀娑婆诃，摩那罗那娑婆诃，悉鲁僧窝木雀也娑婆诃，娑婆摩诃阿悉陀夜娑婆诃，者吉那窝悉陀夜娑婆诃，波陀摩吉悉陀夜娑婆诃，罗那谨墀攀仙那也娑婆诃，摩婆利胜揭那夜娑婆诃，南无哈那达挪多那夜耶，南无阿利耶，婆罗羯帝娑婆那也娑婆诃安，悉殿都曼多那跋陀也娑婆诃。观世音菩萨说此咒语，大地六遍震动，天宇宝华缤纷而下，十方诸佛悉皆欢喜，天魔外道恐怖毛竖，一切众会皆获果证，获得须陀洹果，获得斯陀含果，获得阿罗含果，获得窝罗汉果，获得一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乃至十地者，无量众生
发菩提心。尔时大梵天王从座而起，整理衣服，合掌恭敬，白观世音菩萨言：善哉大士，我从西来，经无量佛会，闻种种法，种种陀罗尼，未称闻说如此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神妙章句，唯愿大士为我说此陀罗尼形貌状相，我等大众愿要欲闻。观世音菩萨告梵王言：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，作如是问。如今善听，吾为汝等略说少耳。观世音菩萨言：大慈悲心事，平等心事，无为心事，无染着心事，空观心事，恭敬心事，卑下心事，无杂乱心事，无见取心事，无上菩提心事。当知如是等心，即是陀罗尼相貌，汝当依此而修行之。大梵王言：我等大众今始闻此陀罗尼相貌，从今受持，不敢忘失。观世音菩萨言：若善男子、善女人诵此此咒者，发广大菩提心，誓度一切众生，深持斋戒，于诸众生起平等心，常诵此咒，莫令断绝，住于静室，早于清净，濯净衣服，悬幡燃灯，香华百味饮食以用供养，至心一处，更莫一缘。如法诵持，是时当有日光菩萨、月光菩萨与无量神仙来为作证，一期笑言：我时当以千眼照见，千手护持，从事以往所有世间经书悉能受持，一切外道法术委托典籍亦能通达。诵持此神咒者，世间八万四千种病悉皆治之，无不持者，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住天魔，制住外道。若在山野诵经坐禅，有诸三经杂昧魍魉鬼神横相恼乱，心不安定者，诵此咒一遍，是诸鬼神悉皆被缚也。若能如法诵持，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者，我时当斥一切善神龙王、金刚密迹常随维护，不离七策，如护眼睛，如护己命。说记斥曰：我遣密迹金刚士，乌楚军徒殃俱失，八部力士赏迦罗，常当拥护受持者。我遣摩西挪罗言，金毗罗陀迦毗罗，常当拥护受持者。我遣婆萨娑罗罗，满善居波真陀罗，常当拥护受持者。我遣萨遮摩诃罗，鸠兰善扎半支罗，常当拥护受持者。我遣毗婆斜罗王，应得毗多萨诃罗，常当拥护受持者。我遣梵摩三波罗，五不净居阎摩罗，
常当拥护受持者。我遣世王33大辩功德婆达挪，常当拥护受持者。我遣提头赖扎王、神母女等大力颂，常当拥护受持者。我遣毗娄勒叉王、毗娄婆叉毗沙门，常当拥护受持者。我遣金色孔雀王、28部大仙众，常当拥护受持者。我遣摩尼跋陀罗、善知大将吠罗婆，常当拥护受持者。我遣难陀跋难陀、婆伽罗龙、依波罗，常当拥护受持者。我遣修罗前闼婆、迦楼紧挪摩喉罗，常当拥护受持者。我遣水火雷电神、鸠盘图王毗舍舍，常当拥护受持者。世诸善神及神龙王、神母女等，各有500眷属，大力夜叉常随拥护。诵持大悲神咒者，其人若在空山旷野独宿孤眠，世诸善神翻戴宿卫，必除灾障。若在深山迷失道路，诵此咒故，善神龙王化作善人，使其正道。若在山林旷野法少随火，龙王护故化出随火。观世音菩萨复为诵持者，说消除灾祸清凉之际。若行旷野山泽中，逢止虎狼助恶兽，蛇猿精魅亡良鬼，闻诵此咒莫能害。若行江湖沧海间，毒龙蛟龙摩羯兽，夜叉罗刹鱼猿鳖，闻诵此咒自常隐。若逢军阵贼围绕，或被恶人夺财宝，至诚称诵大悲咒，彼起慈心复倒归。若为王冠收禄身，灵与紧闭丑枷锁，至诚称诵大悲咒，官自开恩释放还。若入野道蛊毒家，饮食有药欲相害，至诚称诵大悲咒，毒药变成甘露浆。女人临难生惨时，邪魔遮障苦难忍，至诚称诵大悲咒，鬼神退散安乐生。恶龙异鬼行毒气，热病侵灵命欲宗，至心称诵大悲咒，疫病消除寿命长。龙鬼流行助毒种，拥疮脓血痛破堪，至心称诵大悲咒，三唾毒种随口消。众生作恶岂不善，眼昧咒主结怨仇。至心称诵大悲咒，眼昧还着于本人。恶生作乱法灭时，淫欲火盛心迷倒，气被欺蓄外贪染，
昼夜邪思无暂停。若能称诵大悲咒，言欲火灭邪心除。我若广赞咒功力，一劫称扬无尽期。尔时观世音菩萨告梵天言：诵此咒五遍，取五色线作锁，咒二十一遍，劫作二十一劫细相。此陀罗尼是过去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所说。彼等诸佛为住行人，修行六度未满足者，速令满足故。未发菩提心者，速令发心故。若声闻人未证果者，速令证故。若三千大千世界内住神仙人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速令发心故。若住众生未得大乘信根者，以此陀罗尼威神力故，令其大乘种子法芽增长。以我方便慈悲力故，令其所需皆得成办。又三千大千世界幽隐暗处，三途众生闻我此咒，皆得离苦。有住菩萨未皆出住者，速令得故，乃至令得十住地故，又令得到佛地故，自然成就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。若声闻人闻此陀罗尼一经耳者，修行书写此陀罗尼者，以指直心如法而住者，四沙门果不求自得。若三千大千世界内山河石壁四大海水能令永废，须弥山及铁围山能令摇动，又令碎如微尘，七宗众生悉令发无上菩提心。若住众生现世求愿者，于三七日净持斋戒，诵此陀罗尼必果所愿。从生死际至生死际，一切恶业并结灭尽。三千大千世界内一切诸佛菩萨、凡是四天王、神仙龙王悉皆正知。若住人天诵持此陀罗尼者，其人若在江河大海中沐浴，七种众生得此人浴身之水，沾着其身，一切恶业重罪悉皆消灭，即得转生他方净土，莲华化生，不受胎身湿卵之身。何况受持读诵者，若诵持者行于道路，大风时来吹此人身毛发衣服，余风下过，诸类众生得七人飘身风吹着身者，一切重罪恶业并结灭尽，更不受三恶道报，长生佛前。当知受持者福德果报不可思议，诵持此陀罗尼者，口中所出言音若善若恶，一切天魔外道、天龙鬼神闻者，皆是清净法音，结于七人起恭敬心，尊重如佛。诵持此陀罗尼者，当知七人
即是佛身藏。99亿恒河沙诸佛所爱惜故，当值七人，即是光明藏，一切如来光明照故。当值七人是慈悲藏，恒以陀罗尼救众生故。当值七人是妙法藏，普摄一切住陀罗尼门故。当值七人是禅定藏，百千三昧常现前故。当值七人是虚空藏，常以空慧观众生故。当值七人是无畏藏，龙天善神常护持故。当值七人是妙语藏，口中陀罗尼音无断绝故。当值七人是常住藏，三灾恶劫不能坏故。当值七人是解脱藏，天魔外道不能起流故。当值七人是药王藏，常以陀罗尼疗众生病故。当值七人是神通藏，游住佛国得自在故。七人功德赞不可尽。若闻此陀罗尼名字者，上灭无量劫生死重罪，何况诵持者。若得此神咒诵者，当值七人已曾供养无量诸佛，广种善根，若能围住众生，拔其苦难，如法诵持者，当值七人既是巨大悲者，成佛不久。所见众生皆悉为诵，令彼耳闻以作菩提音，世人功德无量无边，赞不可尽。若能精诚用心，深持斋戒，为一切众生忏悔先业之罪，亦自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，口中煞煞诵此陀罗尼生生不绝者，四沙门果此生即证。其立根有慧观方便者，实地果位克获不难，何况世间小小福报。佛告阿难，若有国土灾难起时，是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，宽纵人物，不枉众生，摄助有过，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，令彼国土一切灾难悉皆除灭，五谷丰登，万幸安乐。又若位于他国，怨敌数来侵扰，百姓不安，大臣谋叛，意气流行，水旱不调，日月失度，如是种种灾难起时，当造千眼大悲心像，面向西方，以种种香华床幡，宝盖百味饮食，至心供养。七王又能七日七夜身心精进，诵持如是陀罗尼神妙章句，外国怨敌即自降服，各还正治，不相扰恼，国土通同，此心相向，王子百官皆行宗敕，妃后才女孝敬向王，祝龙鬼神拥护七国，雨泽顺时，果实丰饶，人民欢乐。又若家内遇大恶病，百乖敬起，鬼神邪魔好乱其家，恶人横造口舌，以相谋害，世家大小内外不和者，
当向千眼大悲向前，设七坛场，至心念观世音菩萨，诵此陀罗尼满七千遍，如上恶事悉皆消灭，永得安隐。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此咒名何？云何受持？佛告阿难：如是神咒有种种名，一名广大圆满，一名无碍大悲，一名救苦陀罗尼，一名延寿陀罗尼，一名灭恶趣陀罗尼，一名破恶业障陀罗尼，一名满愿陀罗尼，一名随心自在陀罗尼，一名数超上帝陀罗尼，如是受持。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此菩萨摩诃萨名字何等？善能宣说如是陀罗尼。佛言：此菩萨名观世音自在，一名年所，一名千光眼。善男子，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，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境，号正法名如来。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助众生故，现作菩萨，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，凡是龙神，皆应恭敬，莫生轻慢。一切人天常须供养，专称名号，得无量福，灭无量罪，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。佛告阿难：汝当身心清净受持此陀罗尼，广宣流布，与阎浮提莫令断绝。此陀罗尼能大利益三界众生，一切患苦迎身者，以此陀罗尼治之，无不持者。此大神咒咒干枯树尚得生枝科华果，何况有情有实众生，身有病患治之不吃者，必无是处。善男子，此陀罗尼威神之力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，叹莫能尽。若不过去久远以来广种善根，乃至名字不可得闻，何况得见？汝等大众天人龙神，闻我赞叹，皆应随喜。若有谤此咒者，即为谤彼99亿恒河沙诸佛。若于此陀罗尼生疑不信者，当至七人永失大力，百劫万劫常轮恶趣，无有初期，常不见佛，不闻法，不睹僧。一切众会菩萨摩诃萨，金刚密记，凡是四王，天龙鬼神，闻佛如来赞叹此陀罗尼，皆悉欢喜，奉教修行。诵经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。普愿沉溺助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。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